不过今天真的是很开心，跟大家呢算是听了这个六首歌，包括第一主打单向人生，然后我们分享很多专辑里面精彩的好歌，也感谢我们这个团队们，真的是从收歌啊、制作到 vocal 的演唱、MV 的拍摄，都给大家一个最好的。所以我说，这一次出这一张专辑哦，说真的，我说国语专辑一直是我从未放弃过的梦想嘛。那因为我也很有幸的加入了海蝶唱片公司，所以大家工作同仁们就希望我能够出一张不一样的这个国语专辑。那当然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是专业的人士，都是音乐人哈，那也听过的歌很多，我也希望目前这六首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会不会打什么折扣了哈，对，但是我们很用心啊，那希望这听了以后哈、也不要打太多的折扣，不要打到那个对折或者骨折哈。对对对，不要打到骨折。但是我觉得我有自信的啦，我自己有自信的部分，就是这一张真的是一张非常诚恳、温暖、舒服、有内容、有故事。有意思的一张诚实专辑，真的、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用力支持啊，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位天王，如今是一个最会唱歌的巩郎，也是我们最熟悉最资深的国语新人。8月18号全新专辑是不是老了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。那今天这个听歌会的最后呢，我们是不是请大家这个再看一下我们的大荧幕，因为来自于这个很多好朋友的画面祝福、我们一起请这个罗时峰，对，可能稍微转一下身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，来看一下好朋友们的 VCR 祝福。哇，听到好消息，这位我最好的朋友今天上新闻哦，是我这过程非常佩服，大牛哥 Daniel 罗时峰先生，大牛哥，恭喜你，然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国语圈，祝你的新专辑是不是老了成功大卖，希望大牛哥这张专辑可以有很好的成绩，然后也希望我们赶快能够在那个舞台上有合作的机会。罗时峰大哥 Daniel 最新全新的国语专辑是不是老了唱片大卖，祝福你，祝福罗时峰大哥是不是老了全新国语专辑发片大成功。罗时峰叔叔你好，祝你们是不是老了大卖发片成功。是老了，有更多的朋友听到他非常 man 非常有实力的歌声。那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歌后罗大哥 Daniel 唱中文了，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非常替他开心，也祝福罗大哥的发片记者会成功。 Daniel 罗时峰除了全新国语专辑发片成功，是不是老了，终于出新的华语专辑了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这张非常用功用力做的专辑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，希望大家认识全新的罗时峰。 Daniel Low Daniel Low 等你老，所以你宝刀味道，这次的这个歌曲非常的有味道，而且跟以往的风格是截然的不同，让我们感受到新的大牛哥。好，等你老，恭喜你，祝福你唱片大卖，业绩长虹。终于等到我的好朋友罗时峰 Daniel 出国语专辑了，希望你这张唱片大卖成功。回味20几年的这个国语唱片啊，国语专辑终于横空出世啊，丹尼尔呢，罗时峰呢，他很期待自己有新的表现，还有新的声音、新的面貌去面对这个国语市场。所以我知道他花了很多心思，找了很棒的、很新锐的这个制作人跟词曲创作人。除了知道他的闽南语歌唱得很棒之外，让大家也尝尝他的这个国语歌曲的功力啊！希望他发片成功，专辑大卖。DL 原来是 Daniel Low 罗时峰，终于知道这张是你新的专辑，
非常非常的好听，这张国语专辑一定会大卖狂客，超级卖！恭喜恭喜恭喜！罗时丰全新国语专辑正式的推出了，是不是老了？在所有歌坛上面的歌手呢，我个人是最喜欢罗时丰的，因为在32年歌唱历程当中，他永远始终如一，是用生命在诠释，也唱出了我们内心里面很多的声音。如果你要问我罗时丰是不是老了，那我要告诉你，他现在才正要开始。罗时丰全新国语专辑是不是老了？恭喜你了，也祝你的专辑大卖长红。屹立歌坛超过三十二年了，现在他唱了28年的台语歌，竟然要重新挑战自己的国语歌的诠释，我们得好好的用不同的心情来去聆听他的歌声。罗时丰的诠释是不是老了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给他最多的支持和肯定。祝专辑大卖！我们的老朋友罗时丰是不是老了？新专辑大卖！罗时丰 Daniel 是不是老了？全新国语专辑，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的哥哥罗时丰。祝罗时丰 Daniel 是不是老了？全新国语专辑大卖！是不是老了？老了？老了？非常的感谢他们，对呀，愿意挺身而出帮我这个老新人的加持。哎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曾国成说的？他今天好像有点辛苦。他为人应该很成功，不会。好啦，人怕猪名，出名猪怕狗。喂，这个结论这样子好吗？哎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真的是今天这个感谢这么多的媒体好朋友来这边参加你的听歌会。嗯。8月18号是不是老了就要跟这个大家正式见面？嗯、有没有什么话再跟大家最后做一下分享？我希望我这一次的这种重新重回歌。国语歌手的身份重新切换频道啊，转换，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能够重新定义我罗时丰啊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是不是要麻烦这个罗时丰，我们来跟全场大家一起来举杯一下好不好？来祝贺全新专辑是不是老了？谢谢你们。8月18号。这个告诉各位啊，这是三星级米其林。